都是从零开始啊，其实很辛苦啊，其实学生也很辛苦，嗯，因为接触这种根本有些人进来台大才看过橄榄球，对，现在学生会要求，哎，教练示范一下，对，没问题，不要叫我跑体能就好了。橄榄球精神不死，即使那么老了，头发都秃了，连倒地都很难爬得起来，还是在玩球。对呀，从零开始其实很辛苦。从橄榄球长什么样开始介绍认识开始，对，向后传球开始，向后传球开始，对。